打得好，赵露思。今天吐鲁番之旅就是安慕希黄金大派送的一期，大家会异常的努力。回家回家回家，快点回家。我就今天等着瞧。再不回不了，我就要炸了。啊，怎么有空的？不定时派送啊！到底是谁啊？这设置有点烧脑啊！啊，我自己都怀疑自己了。先找到线索。啊呀！黄金猎人跑了。今天是我们奔跑第十季的最后一期录制，我每一个展露出来的笑容都是真的开心，很难忘的回忆，满足了我人生的意义。